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vlog。 这一期打算给你们分享去热那亚还有五渔村的 vlog，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，这个是在米兰火车站里面有一个市集卖的 Panterotto， 里面还有很多甜点，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只有甜点类是好吃的。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住的饭店，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老的一个酒店，然后这个饭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它是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，所以其实到每一个景点都非常的方便。但是热那亚有两个火车站，如果大家想要住这个的话，它不要搞错是哪一个火车站，不然离的距离会蛮远的。然后这一次我买了很久的上衣终于可以穿到了，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它这个楼梯这边拍照，我觉得拍起来也是很好看的，就是一个特别那种古早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去几个景点逛一逛，然后我们打算先去博物馆，我们去了两个博物馆。然后意大利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，这两个博物馆也都没有冷气，所以真的是就感觉都闷在里面的感觉。其实夏天非常不是很推荐大家去博物馆，因为真的太热了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撇除热的话，这些画其实都是很精致的，包括这些装饰什么的，我觉得很值得来看一看。然后这两个博物馆卖的是通票，虽然没有离得很近，但是可以都去看一看。然后风格上面的话，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相似一点点的。然后其实餐厅我本来找好了，但是太饿了，就随便找一家餐厅先吃了。这个是这边很有名一定要吃的青酱还有 focaccia。 然后虽然我们已经吃的超级无敌饱了，但是还是跑去买了冰淇淋。这个冰淇淋也很好吃，就是真的太热了，所以就想吃一点凉的。再来就是这个港口，就是热那亚最出名一定要拍照的地方，搭配夕阳拍起来真的很好看。但是第一天我觉得其实算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走的最充实的，接下来几天因为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我们也没走什么行程。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去了一家我看起来评价还不错的餐厅，确实它的海鲜也是很好吃，这家餐厅我非常推荐大家来。而且其实我们那天是平日中午的话，其实人还不是很多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然后甜点也是超级好吃，虽然我们真的很饱，但是它的甜点很吸引人。然后后来我们吃完饭之后，我们逛个街就又回饭店吹冷气了，因为中午真的好热好热，然后因为没有戴墨镜，所以去买了一个墨镜，很好看耶。他戴下来一点点，而且他侧面也是。然后我们是差不多到了七点多才出门准备要吃晚餐的，就是已经比较凉了之后。然后我们住的地方离这个景点就是喷水池也特别的近，所以就打算先拍几张照片然后去吃饭。这个广场也是景点之一，所以住这个饭店真的超方便的。晚餐的话也是我找了一家比较有名的店，然后我们两个一样点的都是海鲜，因为来这边也是必须一定要吃海鲜的，还点了两杯鸡尾酒，因为真的太热了。回饭店的路程我们又经过了这个喷泉，然后因为晚上了，所以它打了这个灯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。然后不要看这边坐了很多人，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很热，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坐在这。接下来隔天就是我们准备要离开热那亚，然后因为吃海鲜吃腻了，我们就去吃了这家烤鸡。后来又找了一家 bar 去喝了一点饭后的饮料，因为真的太热了，意大利的夏天真的必须一定要靠 spritz 才能度过，就是真的太热了，完全就是只能待在家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搭火车去五渔村了，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海了，当时我真的是超级期待的。但是殊不知夏天的五渔村真的很可怕。这一次我们住的民宿是在五渔村的其中一个村，就是 Rio Maggiore 里面，也是这个民宿是在山顶上，所以他帮我们申请了一个就是可以免费搭这个电梯，就是可以不用爬山的一个 QR code， 不然一般来说的话是要付钱的。酷热，好多人在玩水。我不知道你们透过荧幕有没有办法感受到有多热，我觉得五渔村真的不是很适合夏天来玩，就是可能五月或者是十月会好一点点。然后跟你们说一下，五渔村他们有一个那个火车的通票，就是可以往来各个村的那个票，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买它的通票，因为我算一算，其实我们买那个通票其实是不划算的，因为它那个通票其实算是
蛮贵的，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看一看你们要去几个村，再决定要不要买那个票。这就是从我们民宿看下去的风景啦，就是一个在山顶上的，但是爬上来其实也是有一段坡的，其实也是很累，就是有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。然后这一家餐厅的话是我们的民宿老板推荐的，但其实我觉得没有说特别的好吃，只有甜点永远不会出错，就是这个威士忌的一个酱配上有点像冰淇淋的那一种甜点。然后虽然有点乱，但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一次住的民宿，其实它已经算是在五渔村里面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民宿了，就是有改过的，不然其他真的看起来就是都是有点旧。然后作为一个很知名的旅游景点，然后又是旅游旺季，是这边的饭店民宿，我觉得它的价钱并没有比得上它的品质。第二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色就已经超级不想出门了，就是无敌无敌的热，就是那样酷烈烈的，然后一直持续到八点都还是这么热。但是这边的海也是非常的蓝，就是那种跟台湾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颜色。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吃午餐的餐厅，看起来虽然很漂亮，但是其实吃起来普普通通。这家餐厅其实有名的是一个瓦罐海鲜，但是因为我们来的时间有点晚了，所以他厨房准备休息了，就没有办法做那个瓦罐海鲜。然后来五渔村这几天我们吃的餐厅，我发现他们的服务员就是感觉都很烦躁，并且是这边的食物好像也都不是特别的好吃，可能是因为旅客真的太多了。虽然说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五渔村，就是我自己甚至也还想再来，但是我感觉可能避开暑假，就是可能暑假前后或是其他季节来会是更好的选择，就是除了天气以外，还有就是旅客也不会这么多，毕竟我们中途看到很多人就是都有中暑什么的。然后这家餐厅是在 Monte Rosso，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的海滩拍一下照，然后但是真的也是超级无敌多人的，然后也是非常的热。然后他们这边都有分像刚刚那样整齐划一的私人海滩，就是付费海滩，然后也有像这样子就是可以自己带阳伞什么的免费的海滩。但是不管是什么海滩，我们在这边只想要赶快找树荫，因为真的是酷辣辣的热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最有名最有名的 Manarola， 因为它有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，所以非常的有名。然后我们来这边的时候也非常多人，就是跟我们一样要来这边拍照。其实这个景点就是并没有在火车站附近，就是要走一段路，但是完全不需要 Google， 就是跟着人群走你就可以走到了，你们才知道这边的夏天的人到底有多少。但是我看起来人还好好，但是你们不知道当时我到底有多热，就是连脸动一下可能汗都会挤出来那种热，但是还好拍出来的照片是好看的，没有白费。上次7点到9点我们预约了一个可以看夕阳的游艇导览，就是他会用游艇载你看五渔村的四个村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旅程最值得的，因为就是这个风景你是从村里面是看不到的，必须一定要从海上。然后他这个的话都是好像最多是12个人，但是我们当时好像只有10个人，就是是很少人的一种。他好像也有出那种就是家庭可以包团的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呢他在途中就会介绍这几个村的历史还有一些地理什么的，然后途中还会有香槟，但是我真的很后悔我喝了那个，因为我那当时真的到最后就很想吐。然后坐这个小游艇有一个特色就是可以下去游泳，但是当时我没有带泳衣，所以就没有下去游了，就是人在船上看夕阳，但是当时停着的时候真的很晃。然后他们几个外国人真的游得好开心，然后当时因为停着的时候真的太晃了，所以到下船的前30分钟我真的是差一点要吐出来了。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又来到了前一天搭船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玩水，但是一样也是很热。之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个早餐，我点了一个可颂，然后我妈点了一个青酱的佛卡夏，就准备回去了，因为我妈好像因为五渔村人太多所以得了 COVID， 所以我们下午就找一个地方待着。好，这期 vlog 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